from text-based communications to IoT. The interconnection of devices and machines creates an ecological network that facilitates and enriches people's life. The PCB industry is at the core of electronic devices that inspires the revolution of today's world. Kinwong is a world-leading PCB solutions provider that empowers automotive, telecom, smart terminal, medical, consumer, cloud computing, power supply, and many other. Kinwong continues to advance PCB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our connected world. Kinwong 电子呢是成立于1993年，到现在已经有27年的专业 PCB 的制造经验。目前呢，有三大产品线，5大生产基地。我们打造的江西智能工厂呢，可以称之为在业界里面是创新能力和智慧化程度最高的工厂之一。那我们投入大量的资源在信息化、自动化和追溯等等方面。那么我们提供了一个具备短周期、高效率、高良率以及高追溯性的这样的一个工厂，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客户 在交付和品质上面的要求。我们这两年都在讨论5G这样的一个变革。那么其实珠海的这个高栏杆工厂，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高多层以及SLP 工厂，我们和国内外的优秀的厂家进入深度的合作和深度的开发。我们目的就是要打造在这一个通信领域以及智能终端领域，我们仅望新的产品的高地和技术的高地。 我们内部把这个项目称之为达尔文项目，达尔文意味着进化。其实景旺这么多年来一直秉承的都是品质优先的理念。那同时呢，我们一直也是认为品质是一个公司长远发展的一个红线，品质是我们公司长远发展的一个尊严。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品质是决定一个公司能走多远。2012年。 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景旺的LPC产业，在智能手机赋予历史机遇的大背景下，我们公司在龙川投建了龙川的 LPC 事业部，设计产能是8万平米。经过16年，景旺持续在 FPC 产业上的投入，我们无论是从客户的产品资源布局、全球客户的区域布局， 还是在我们的产品结构跟档次，还是在我们生产这个自动化和智能化，以及我们整体的产能资源上面呢，已经为成为全球一流的 LPC 制造厂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在巩固我们双面板竞争力的同时，重点是打造软硬结合板、多层板，特别是 HDI 的软硬结合板、 HDI 的多层板的竞争能力。 用技术引领、创新驱动，来实现我们 FPC 事业群的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盈利能力的提升，通过成就客户来成就景旺自己的商业成功，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方针和原则。景旺拥有全球化的市场拓展能力，业务遍及全球47个国家和300多个地区。 与全球诸多知名品牌企业建立了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我们目前在全世界的 PCB 行业里面，我们排名是第20位。然后在中国国内的民营企业，我们排名是第1位。那我们打造了完备的全球客户服务网络，我们提供 FAE 本地化服务，多语种客户服务。 是客户最可信赖的策略合作伙伴。景旺的愿景是成为全球最可信赖的电子电路制造商，正在通过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 Technology development never stops. Kinwong will persist in its factory'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lligent upgrading, and integral innovation to become the most reliable maker of electronic circuits in the world.